好得意，因為佢哋都諗得好得意，即係變開生面啦。其實我都未人扮過八爺婆嘅，啲好似巫婆咁，我哋未拍過噶嘛。咁又做源流王啊嗰啲，係幾特別嘅。我邊樣都唔緊要，戲劇即係人生嘅啫，尤其是人都會老，係咪先好閒嘅啫嘛？係咪？你而家叫我拍少女都拍唔到咧，我91歲點可以做到少女呢？我有很多事未做的，第一黃大仙啦，第二我有間慈善公司啦，我一定要搞好我間老人院嘅，仲有我要拍埋自傳嘅，所以會留多啲時間喺度咯。我最緊要大家國泰民安嘅啫，係咪？我哋係生活喺一個好安穩嘅社會裏邊，我好開心嘅，係咪？即係好似回翻我哋以前咁，我哋幾開心咧，我哋中意做乜就做乜。總之你不要犯法就可以了，是不是呢？他們個個都想知道我的過往的，又想知道我人生裡面所做的事咯，因為我們搞好曬啲劇本，然後才去再找人咯。我自己都會在這裡，那現在你都是要找後生的了，因為我的年代的人，因為我90多歲了嘛，我的年代已經差不多了，有些以前大過我的嘛，已經差不多一走緊80%了，啊！鳳凰女啊，鄧碧雲啊，係咪？李香琴啊，嗰啲冚唪都係我哋嗰個時嘅年代嘅。咁而家差唔多都冇乜滯咯。嚇！咁而家我諗住聖誕夜咧，我就開個 party 啦 ，farewell 我自己。係啊，聖誕前夕啊，大家齊齊去玩，齊齊開心，與民同樂咯，大家係咪？因為聖誕之夜個個都要玩噶嘛，咁咪大家齊齊玩下咯，咪開心下咯。我覺得我做人係冇遺憾嘅，我覺得好滿意嘅，即係我中意做嘅嘢，我做得到。啊，開心嘅嘢我就做，唔開心嘅嘢我就唔做。咁所以我覺得冇遺憾嘅，真係。我覺得養生之道最緊要一個人出嚟，個心啊要靜啊。即係做嘅嘢唔好損人利己，你幫得就幫人，咁你個人生裏邊就無憾噶啦嚇，千祈唔好，譬如人哋對你唔住，你都寬恕人哋，咁你無憾咯。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